这份工作不适合你，我选的是主播，我想我的感觉很重要。感觉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呀，万一我们很合拍呢？我只知道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他就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得叫他正总。你干嘛呢？荣家股份和莱恩科技是不是也是里面的会员？不可以八卦咱们公司的会员相关信息。人家知道错了呀。出去，人总是要成长的。我是在等机会，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才做判断。你们还记得 Truth 那个记者吗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你只会欺负弱小，这都是你的大错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有点流氓。你不相信也没关系。邓局长，你是身为一名记者，就是为了记录真相。你当时的那篇报道被这么一群记者拦下来，才没让法制社摊上官司。郑总，采访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。请问您现在是真的单身吗？不是啊。